等到你遲咗嘛，係咪？黐線㗎！其實已經有幾獨係美國國務院裏邊最新嘅數字啊！其實喺六四事件裏邊咧，係至少死咗12000多人，仲有唔知幾千人失蹤。係啊，即係呢個已經係最即係最保守嘅數字。係，咁啊，仲有啊，譬如好似啊，天安門母親啦、啊，就早兩日出咗個祭文啦、啊，個祭文其實就佢哋都話就即係。其中啊，丁子霖，大家都知道丁子霖啦。丁子霖今年是第一年啦，係一個人度過六四。咁但係天安門母親嘅祭文就係話，即係荒謬程度就係去到咧，我哋去揾啊丁子霖咧，都要向呢個公安申請。佢話喺呢個世界呢、這個地球上邊，邊有一個地方咧係我走去探個朋友，都要咧向公安去申請嘅。咁所以即係呢個係非常之荒謬。咁我哋即係。默默祝福呢個丁子霖啦，係啊。嗱，咁而家呢個支聯會嘅燭光晚會就又要開始啊，所以個節目咧好啦，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咁啊繼續支持呢一百喎，新年再見。OK， 新年再見，拜拜。香港同埋中國嘅民主嘅道路咧，都係漫長複雜崎嶇，我哋好漫長，好快就到，我哋必須有一種堅韌嘅精神，奮鬥嘅精神。TBS 台講真話，行公義，好廉恥。風波裡的陽光，六月四號維園現場直播。主持李慧玲、吳若薇、葉詩、黎則粉、楊岳橋。晚上八點，知一百焦點新聞。呢次知一百焦點新聞由周仁偉大家報道嘅。喺維園嗰度，知一百 TBS 台嘅風波嘅時候，風嘅直播咧，亦都係啊啱啱完結咗噶啦嚇。咁啊，大會嘅現場咧，個晚會咧應該差唔多開始啊嘛。我哋睇下新聞之後咧，就會幫大家咧。是整個現場在維園的無忘六四燭光晚會的，咁啊睇睇呢啲新聞先啦。大批市民咧晚上咧就係沿銅鑼灣的基利佐治街咧陸續咧進入呢個維園參與支聯會主辦嘅六四集會咁嘅秩序咧係良好，有警員咧在場戒備嘅。咁啊，沿途有唔同嘅團體咧嘅街站咧向市民派發呢個單槍啦、呼籲募捐啦。咁啊，警方咧就為配合晚會咧。就在維園附近實施人流管制措施和特別的交通安排的，又呼籲參加者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維園，乘搭港鐵的市民應該盡量使用天后港鐵站的 A1 和 A2 出口，經這個的流仙街和14號閘那裡就是進入維園的。教員在支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在維園舉行67周年的祈禱會的，他們的朗讀聖經、唱詩歌、點蠟燭和祈禱的。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分享的時候表示，六四就是未曾過去的，因為一個年紀仍然是未認錯的，黨以為中國、中國人和中國的良心是屬於他們可以任意摧殘。陳日君就說真的是脆弱的，洗腦的經濟是很犀利的。他多謝支聯會保存記憶，現在香港有很多不利的情況，包括不少人就是依靠內地生存，陳日君就呼籲教徒要做一個有尊嚴的人。他又說有人要求民主運動立即見效反問，不理中國是否有可能有話，多謝天主給他做香港的中國人享受了很多，包括言論自由和香港人應該感到自豪的。他们在北京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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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
CBS 台。CBS 赞助人行公义，创造奇迹。Thank you.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